就在刚才拔牙行动第三天准时开始，可让鲨鱼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把就撞到了克里斯和他的忠犬。此时弹幕正疯狂提醒鲨鱼小心四号，为什么呀兄弟们。四号正是克里斯的忠犬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克里斯还搞起了悬赏。克里斯50个人杀我，50个人之前杀我200。好家伙，为了让鲨鱼吃鲱鱼罐头，克里斯也是煞费苦心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小心四号内鬼。鲨鱼也是开麦考验一下四号。你的立场是谁？我的立场肯定是你啊，鱼哥。光嘴上说肯定不行，还得实际行动证明。来，怎么证明？拿什么证明？你这把要是亲手把那头猪给宰了，我就跟你好有味。只要你亲手给他宰了，以后我重用你。没想到四号内鬼居然爽快的答应了。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本以为四号忠犬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接下来还真亲手杀了克里斯。哎，队友正好在赌。哎，没打，没打，我操！克里斯被忠犬杀了，这是鲨鱼没想到的。真把这头猪给杀了。四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心，但克里斯就看不下去了，还打电话威胁四号。完了呀，鱼哥，我让克里斯给我谈电话，他要网暴我。没事，你现在是鱼哥的人了，小小克里斯能拿你怎样？来，以后跟着我混啊，跟这头猪没出息。当所有人都以为四号忠犬改邪归正的时候，没想到接下来四号麦里却传来了猪叫。是我呀。还听了没两句，鲨鱼和逆心就觉得不对劲。不是，怎么是那头肥猪在说话呀？对啊，我怎么也听得那头肥猪在说话？哎，奇怪，怎么声音会怎么漏得出来的？没想到四号居然偷偷让克里斯扫号，果然忠犬就是忠犬靠不住。还好嘎的早，否则指定没好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喵的，这个四号给克里斯扫号，我操，上号了，刚才是。我操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没有了内鬼的威胁，其他猪猪队都不是问题。鲨鱼在这个位置待到加分了才出去。OK， 加分了，这把加分了，来浪起来。鲨鱼细节封烟，准备出去开飞机。直接飞机开飞机飞走，好吧。刚翻出去就被猪猪队盯上了，逆心直接被穿烟瞬秒。哎呀，你倒了，不倒了。鲨鱼也随即去世，不过还好加分了。没事，加分了，加分了，好吧。这都聚到第三天了，鲨鱼又快上王牌了。又上段了，操，这段位怎么狙呀？哎呀，不是猴年马月能打得下来啊。鲨鱼甚至开玩笑想直接吃鲱鱼罐头了，就是为了刺激猪猪队来狙击自己。但狙击队没刺激到，反而逆心却想黑化了。我好想吃，兄弟们能不能狙击我？我好想吃，我现在。真的吗？那我要黑化了。你要给那头猪当小弟是吧？我不是给他当小弟，我是单纯的想让你吃啊。接下来这把只剩鲨鱼一人在防空洞，听到猪猪队要来，鲨鱼又假装上厕所。我操，上个厕所先，不得不必上个厕所。算了，不上了。这招对猪猪队已经免疫了，鲨鱼一个人注定守不住防空洞，很快就被猪猪队集体围攻。我操，击倒！哎呦，猪猪队还是不够给力，再这样下去都快要上王牌了。加十八，马上上王牌。看到猪猪队这么没用，鲨鱼都不想苟了，而是全图找人打。这把直接干，开车全图找人打。都说越嚣张嘎得越快，这把就很好说明了。屋顶直接屋顶，没事，好，旁边下面可以 OK， 捡枪鱼吧。刚落地捡到枪就被瞬秒送出太阳基地。哎我操，摆枪，开局就嘎，注定这把运气不好。由于逆心刚刚在地球基地嘎了，鲨鱼只能一个人守上面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会发生意外。哎呦操，来了，听到了，猴子，我推你手机来了。鲨鱼都不想给他画面，直接退。没听见，叫你 M 啊，傻鸟。掉一两把小分对鲨鱼来说无伤大雅，可接下来这把又遇到内鬼忠犬了，可鲨鱼不给机会。来，你去换换。撞到了。 OK， 那我退了，撞到了那我退了啊，兄弟啊，拜拜。接下来这把由于逆心去休息了，鲨鱼也是独自一人来到出生岛防空洞，虽然被猪猪队围攻，但鲨鱼丝毫不怂。走，来，打他一个，打他一个，你个神机。鲨鱼奖励全部套餐，这群小老弟实在是太水了。就这样啊，老弟啊，刚好自己身上没飞机，
这群猪猪队是给自己送飞机的。鲨鱼刚开飞机没走一会，附近的猪猪队全来了。哇靠，兄弟们，这他家的海陆空全来了呀，这么大阵仗吗？鲨鱼好不容易跑远了，可直接被猪猪队火力包围。我操，要爆了啊！不要了不要了，我操，没了，空了，完了。这过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会发生意外，这火力就问你们谁受得了。鲨鱼刚打的状态，其他猪猪队闻声而来，鲨鱼这下恐怕插翅难逃了。你给我死啊，你给我死，我操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老弟啊啊！虽然鲨鱼倒了，但嘴巴还是硬的，眼看快自救起来了，鲨鱼直接退。你给我低调点。哎，我天哪，哎，我没死，退了等于没死啊。好家伙，又学到一招，退了等于没死，以后被捕之前直接退。你们学废了吗？打了半天，鲨鱼段位还是这么高，想打下来星钻部的猴年马月。你们觉得最后谁会吃鲱鱼罐头呢？我操，加分了，牛逼，兄弟们。